明天李兰要来，我送完你接她。李兰姐来干嘛？花圃里尘土重，她眼睛里长了一个异形弩肉，我让她过来做手术。那要不我先等等她。没事，小手术，等她完全康复了，再让你们正式见一面。我也没其他亲人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明知故问。这算是见家长吗？不换人了？不换人了呀，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。你说什么？说不懂我。我就回去几天。很快就回来，不着急，回家多陪陪你父母。李兰没那么快走。我不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他人又那么好，你干不干我要做？因为剩有一个人比他更好啊。这个人哦，你机车又爱闹别扭，有时候比小学生还要幼稚，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一大堆。可是他虽然缺点很多，却有一颗很善良的心，对妈妈又孝顺，对自己喜欢的甜点又执着，在感情上面笨笨的有点挫，可是又可以让人家感受到一片真心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。真的那么喜欢？真的那么喜欢。那你会这么喜欢那个人，是不是因为他换了颗心脏的关系？当然不是啊，不过你喜欢我也是这个原因啊。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你。是不是因为上次印章盖太久失去效力，所以你今天才问这些问题啊？我听说好像把印章盖在这里，效力会更久。哎，想得美。坐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跟你澄清一下。什么事？说到肌肉，我其实也有，我也觉得不输给那个 Marco 啊。不相信啊？来行上天桥干嘛？证明给你看啊！不用了啦，不用。免费的幸福不起啊！行上天。